日出，新西兰，世界上第一个看到崭新一天曙光的国家，纯净清澈的水源，清新洁净的空气，这一切让陆地和海洋所有生物的生命为之绽放。新西兰是世界上拥有最大红鹿鹿群的国家，这里温和的气候、饱足的雨量和充足的阳光，使它成为红鹿理想的天然栖息地。清脆的草原、不受污染的青草和数不尽的天然森林，让鹿群能在不受干扰的环境里茁壮成长、交配繁殖。鹿茸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生长物，它让科学家和医生多年来不断地深入钻研。鹿茸是世界上唯一每年都会重新生长的软骨，这类软骨的再生是自然循环的过程。鹿茸惊人的生长速度，一天可以长出一寸或更多。在几个星期内，一只鹿的鹿茸软骨组织可以长到10公斤或以上。以人类做比较，这就像在短短60天内长出一只手臂。另一个令人称奇的事实是，当鹿茸转变成鹿角的时候，鹿角会摄取鹿只骨骼里30%的钙质，流失的钙质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自行补充。临床研究报告显示，服用鹿茸萃取物能快速有效地修复骨折。实验也显示，口服含有鹿茸特殊萃取物会有助于强化骨骼，增强骨质。